长一点啊。你都没看见很多人啊。你讲我全部哩吗？无咧，我才一半哩。来，那个龟头再一颗给我。龟头呢？老板，你包好未？我要回家。好。你等我，我包好，你快点回家。来，这减石头啊，我发只糖果哩啊，两个人去吃得了。啊，两个人去哦，就不要你两个平均分啊，一个免开一千。开一千，开一半，起码要得两千。开到八千，要得千八。开八八千八六八，来五百块，两个人给你。你买块安全。好。来，赚钱，大哥别来过。放屁的。来，你两个在这。对啊，你丢了，台这边上。千五。阿妈，别回来哦，妈做。安全，安全。我看安尼啊。干嘛呢？啊，这我到话这，你看今年黄金处理节。来，黄金期也有。正是九天玄女来下葬。来，迄个叫什么名？来，鱿鱼花鸡鸡，鱿鱼花之根来。鱿鱼花之根来，谢谢。来，阿贵头你先来。来，贵头，谢谢。阿娘啊，我准备叫你啦。对呐，谢谢谢谢哈。啊，帅难倒。来，阿要吃红鲟的五百块，我给你。红鲟五百块来。安鲟买五百，黄金鱼啊。五百块来，阿招一杯啊。红鲟招一杯啊。哦，几大板呐？我来五百都。一千还是五百？他五百。这五百来。小姐五百。大姐了。四姐了。还五百。哎，你们要吃红鲟无？你多少岁来的？两年来五百。哎呀，你要吃红鲟无？都吃红鲟无？我赔了五百呢，骗钱，大五百呢。五百块，阿你过来，咩只行情？咪今年大五百呢？五百都笑啊，那个大五百呢？五百呢？赔了五百，没有开玩笑，认真的，五百块，五百啊！你还垮的，你还垮，我来黄金期，来黄金期。红金鸡，红金鸡，红金鸡，红金鸡什么规矩啊？这个怎吃？来，变好皮啊！红金鸡谁点的？十磅廿两吼，这哪个规矩啊？全部十只。没有，重量包的。今天都大吃，我的鸡今天在小吃哦，而且汤头要赞，一人一只。寒冷啊，天气哦，寒冷啊，这鸡啊，我来讲，甲同我烧，煮个烧底，拢烧个啊，多只来，这样一只，五百、五百、七百、三百，六个、六个的，来两百块的，黄金鸡两百块来，鲍鱼黄金鸡两百，我一个要吃鸡吼，好水，来两百的，要吗？我来，你别把我烧吧，你来叫我吃啊，来。鲍鱼鸡两百块来，今年剩三千了。鲍鱼黄金鸡两百块，一只两百块，我卖两个哦。你靠鬼了，怎我给你我少啊？来，算你百分之无啊？来，鸡再给我一只。来，三个人给你哦。鳕鱼排哦，没有喽。三个客人来两百块，算你百两百。鳕鱼排两百，我搞的，来两百块。一个钱好赚，要六十万。好，我睇。来，算百两百，啊，无人要用钱呢。来，两个来，三个来，四个来，五个来。两百块。六个来，我看咱就两百，我了钱，你七只三个人要赚，来一百块来。一百啊。一百块。咱两个，搁一个三百七。好啦，再多买安尼无啊，哪会得？你看那水果，那八条鱼呢？不出三个人，你后面到。我看人家比你那个黑牙腿，你回家就那萝卜包的，晓得。来，那小姐们都。对啊，我算你牌啊！来，桂宇小姐来。来，桂宇来。来，大哥，赶快拿黑牙哥，黑啦，不要紧啦，黑哥啦。我看看啦，不摆明在那黑的。下次还没买好，来个小姐，再五百过来，睡吧。我今日上山来了事啊，而且咧挂车来买哩，来五百块来，两车三百来，两车四车哩，而且都容易啊，来五百块，上山五百块，那咱再上山无？
来，来五百块，算到五百块，过来听吧。来五百块，那四百万也五百，再拢给伊啊，五百块，给你直接谈掉，你我来收工啊。够少个钱。来，收到五百，过来要听吧。他今日刚刚乖啊，你呐。我来得正常，团员乖，团员两个都辛苦了，爱报谢谢。来。老妹。跟几位啊？大家看啊，一共没跟几位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保安春签了我。哎，阿翠祥啊，这保险多呀？来，请求第二十五条，两百，第二十五条，两百八到八百八，他都好配合噶啊。阿翠有冇看到？八号票，来七八票票的，一百块来，请求点，七八号，来才取下来，没有了，真的是二十五条，没有骗你。来，我玩三张给你，好吧？两块八号，两块八十，两块八三，七八六。一百块来，我玩三个人给你啊，还要不要？来给你，来七八块最爱钱，我玩七八六，最后一个了。一年拿哦，那好，当然还你问你，来七八六，最爱钱，两盒一百三分钱，卖你一百块，乖，你会叫了，真叫中风叫，来。阿姐，爸爸来，阿姐，第二大哥，来阿妹吃鱼豆腐来。你特别大，我特别大，我好好啦。啊，恁有在吃啥？甲我讲啊，吓啦，莫开钱，我叫来遐吃。来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今仔遐吃大块哦。同款开三百块，两百块完，两百块来，太白哦。野生白虾非常的甜哦。来，转多五个人，我看，各人两份咯。唔免五个啊，就半恁四个人就分分来坐。来，一人开两百块来。我见超过人数，我保留后边虾个再接你们团队来。野生白虾两百块，几个买啊？有的客人还有没有要吃白虾的？来两百给我来，这边虾个两包的，两包包拢准备完吼。来我，我这啊，这个都准备好钱哦，对呢。水哦，哦，我做广告宣传，这啊钱，感谢你几个客，来来来，甲包两份来。还有个加一份沙袋。好啦，无啦，无事，感谢你沙袋，还无个做做舒服。三台，我得背得出来呢。来，我们讲鱼豆腐的来两百块的，鱼豆腐非常好吃哦。这回过来，你送我妈不是一包挂回来，还是给几包来？哎呦，你龙岩没收耶！来两百块来，先交钱再来。鱼豆腐两百块，两百，我要再讲鱼豆腐哦，两百。哎，这个是叫大地鱼板呐、啊，哈、啊，我分去啊，我这足贵呢。两百个人要用钱，创啊会坑你啦，来啦！好耶！哈哈哈！来，来看车，这一斤百五呢。这回过来请贵三餐，我给你试一下啊，煮火锅、煮汤都可以吃，十个客人吃，不要买两百，来七八块完了。鱼板鱼豆腐七八六，就包过我了。你找免费的，我七八弄好，十个客人吃，一人一百块来，七八块的非常好吃，七八花钱的啊，不了你得，喂，七八块来啦，给你来一百块，一百鱼豆腐，来，这超贵了，来七八块的，一百鱼豆腐来七八的，做好吃，今天七八块的，一百块，七八块完了喂。就这么上的来，这就七八块，你这两杯来，阿就这七八六，来大哥来，七八块一百鱼豆腐来，来七八六七八六，七八块，你要公平啊，我忙在这啊，好，你看哪回啊？来七八块来，牛肉卤哦，好，我不讲牛肉卤，干嘛？来一百鱼豆腐，哎，这边来，你要煮火锅，煮泡面，各位再来两回家吧，多一下。你吃鸡蛋嘛，还爱吃，来免两包，来七八块来，一百块，一百鱼豆腐来七八，七八，七八，哎，我想吃对七八块块钱还，还加多点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今日狂叫狗，来要吃刷猪肉，牛肉了，啊，做咩啥？哎，物件介济呢，你来点呢？鲍鱼啊，鲍鱼我做完，然后鲑鱼要退休回来了，鲑鱼。来要吃山猪肉的，来两百块来，这个不用介绍了，刷猪肉两百块，有人要叫？对，都没炒菜，刷地板，后过来没炒完后来收起来。来，五百罗过来白大，这个大漂亮嘛，真好啊！请问阿姐，这个贵的卤素哦，等于外国朋友很好用。
你上啦，上面小乌龟，走完啦，走完了就。换人啊，佮别人吃牛排咯，对啦，佮佮佮一堆人甲我推牛排咯，换人结果无人要吃牛排咯，台湾变人啦，变人，这不是我以前认识的台湾。来，要去排两百人，两百好，今年二百人哇，你介绍来老公去啊？来，来，一百块来了，对啦，为着这个十九岁哦，来一百了，要一百。多吃一袋三十五，两袋七十，三袋就一百。你若要蒸毛，四袋哩，一百外，五袋哩，六袋哩。我你穿袂完，我你哪样？那个穿卡老来一百块我来，这是安尼做下来六袋，啊无七袋，啊无八袋，啊无九袋，啊无十袋哩来一百多，一百块来一百块多，一百多飞机牌一百块，唔是我刚好看到几杯了，咱讲一百块。一百块了，你要再签一支给他了。来一百块，换掉的饮料，那个签一支。来一百块，来三百块的飞机牌，紧嘞，十块哦，十块哦，十块，十块，不错，真正是十块。这等于咱做面膜，对不？啊，你困的时阵再打一块啊，再打一块啊，一枚四块。来五百的。啊，加工起来，真正的做沙尘，我唔免半滴半滴，哦，好食，好困又好食。来飞机牌三个关着，一百块我来，对，一百块最后一最后一盒哦。来一百块拢准备来啊！来，不要买十碗，咱收起来。来啊，鲑鱼、白带鱼来。来，有人要煎白带无？买大只来，公斤斤买大尾，但是大只拢吃不完。每次都很新鲜，来要吃来三百，两百块的，两百块来，买三百块。来两百的，两百的白带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。来两百，白带两百来四块哦，你来见。两百好白带，多少钱了？上啊，这两百上好啊。小姐哦，帅哥哦，来多安呐，五块哦，你啦，又欢喜啦，七块过来啦。两百好得了，贵气哦，你吃一礼拜来。来两百好得，第二啊，动作好。你请你坐那边来，两百好来，很老爱哦，很老爱哦，快哦。来两百好来，三块来，四块来，五块来，六块来。我也袂好，来这边这边就来两百块多，要收我那边唔收，就分期付。来两百块多，较贵个较贵个细哩，取得来。来两百了，白带两百块来，今年今年无得就来甲我讲啊，全部带者啊。来两百了，两百了，买到今年来白带，现捞个白带两百块，一尾剩落三十块，带了几分哦，还是要开一千嘛，五分，拿两块钱白带去。哎，蛮行，我蛮做了袂歹。来，第一两百来，三阿袂看到伊个几两？来两百块，春节两无啊？来两百块来，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、六百来，七百、八百号伊来，七百号伊来，来两百块来。来第一个两百，几年啊？哦，我真会玩汤嘅你。来第一两百来，最后一个咩？来两百块来，你三百看到来，最后一个就最后一个。来第一两百，两百。最后一个人给两百块，都买到了吗？来，两百的，不起来了，不？对，起来了。给带两百，安尼拢买了呢？我主要是要做生意，不要吃。那你干杯啊！来，安尼吃鲑鱼来，啊，这个什么？虾虾子吗？看嘛，现在无得了，唔好吃鲑鱼，莫袂变。来，虾啊，今天三百来，无人买来，看阿本啊，好呀，好来，今天来，来虾啊，三百来，这谁来啊？这来。来虾子来，坐这边了。来哦，来虾啊，有买虾的包完结，爱关结哦，谢谢。来，来吃鲑鱼来吧。鲑鱼卖开一千啊，五百块都太好，都无多哦，都无多哦。来五百块来，三块四条。我小姐在这呢，等我一下。哦，阿姨。两位。哎，这是恁早间啊，是新姑。早间来哦。嗯，有你要爱吃，那左边就提出来，不能加酱油啊嘛。两个。你按左边来，那就不同款啦，那都唔免开钱，来，我先给你。还没有结束哦，来，前面吃鲑鱼，我爸包给我来，五百块的鲑鱼，我包的我包的。阿伯伯，进哦，来，几个？一个。两个。两个是吧？啊。啊，两个是啊，啊啊啊，三个是啊，啊，你可以听我，三个是啊。另
啊，这边冰花鱼蟹啦，加一档鳄鱼啊。谢谢啦，哎呦，你遐坐台了。来，五包红包，三个哦，今日才让我知影是倒三位人捧着。我加一只，我加一只。我加一只，咁对唔好咯。好啦，我再送你一只。好啦，好啦。你好，做派分明。来。五百。五百块，你看我这嘛，对啦，要足十，来五，来五六个啊。哎呀，三个咩俩？是啊，这是五百。吃到一礼拜，你看感觉安怎？大五百了，七个哦，你爽爽啦！五百块，六个要到位了，七个来吃，吃来爽。大五百了，一只鸡才七十块啊！拜托，蛮迷人的。我袂去俗气咧，送人，蛮做体面人。欺骗咯，七个哦，大五百了。哎呀，我一直点，那点无咧。来，下面关掉来，最后两个人给鲑鱼五百块来。你六个人嘛，来个三个，叫来个生活个七个。无大，但是拢个贪，不高。真正的好吃，来五百块，七个五百。人家啊，我个本人，有啊，拢要来啊，来谢谢。来，这个结婚了，大哥。啊对啊，所以这个结婚。这个要求我要叫一条，好，这个我个定下来，本来伊就讲好啦，本来定下来，伸个手下来，伊就讲好啦咩？来，蛤蟆都吃无买着呀，吃无买着再来啦。蛤蟆免一包，蛤蟆要九十，蛤蟆要八十、七十、六十，蛤蟆五十，来二十块啊都，二十块，赶快，蛤蟆要二十块来。你再我你们听不对哟，你拿过来，二十块弄完，没人来给你钱哦，不贵还叮当的哈，有没啊？有叮当的呢，后一行的呢，咱那两是办法呢，四个啥？哦，花生姜切好甜，变成四个人就要买，来四十多人，啊，你有没爱啥搞点，帮我点一下。八块，哎，阿个啥？阿这里要啥包？你包公了去？行情啊，人情啊，过来。来，要吃我的狮子头，那几年啊，就几包了。够吗？是够啊，是无三档啊？档款就同款，够就够，要三档是安怎？是火烤呀？太贵了。你买几包？来，我们吃狮子头，免两百，一百块啊，对，一百块来，八宝丸呐，哎呀，你光在讲八宝丸呐，来一百块对啦，来老人气价啦，都一百对啦，免免两百啦，今日我今日一百块对，买冰箱啊，你早办啦，是要买冰箱啦，不如去那买啦，这早办的问题啦，来啦，一百对啦。四十头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十只命啊！我才几只啦，我平多生啊，你家怎么出生？一百块人命，十只命，才几只？一百命，卖问几只？吃欢喜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四十头一百，安尼哦，是准备一百，讲爱个可以个，来一百块来四十头一百块，一百了，来一百了，来一百块。来，最后两个洗一头一百，五个人给一头一分四，讲要卖五个。来一百，来最后两个人给洗一头一百好。讲起来啊，狮子头，没有，这边一百好唔加了。我来谢谢大家了，你让我加一下讲，大家就去开三百好的，他靠手来三百的，都或者啊，他靠手，对啊吗？确定？姐姐你要安静，我来留啊，好戏啊好，来三百的他靠。来三百块，他靠手，三百块来，来去表哥，你来三百的，来去表哥欠你来三百的，哎，个人要吃他靠手啊，这大条，这水，来三百块来，应该是三个人去买的票，来去表哥叫对，来三百的，三百块，来弄我的，弄我的，来三百的，三百块来，他靠手来，最后剩两个人去来，他靠手三百，来起来，来最后剩三百，三百，三百。